脑雾怎么办？医师交互脑，七大好食，吃起来，越老越聪明。新冠肺炎爆发至今，脑雾现象 brain fog 十分受瞩目。若出现脑雾现象，我觉得应该高兴，因为你确实收到了来自身体的提醒。脑雾不是病，它只是暂时的休眠或当机，重新整顿身心灵。例如好好睡上一觉，活化脑细胞，吃好一点，修炼静心，活动筋骨，就能让脑雾完全散开。本文摘自《不生病的藏传炼心术》一书，作者为洛桑加餐。以下为摘文。